要让台北市政交接工作顺利、无缝接轨，准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市府与市长柯文哲交流，两方表示会建立畅通的沟通窗口。蒋万安首先上任就要面临圣诞节和跨年等大型活动，他也邀请柯文哲市长一同出席跨年晚会。柯文哲被媒体问到回应时，则表示不要找我。当然，首先我一上任就会面对包括跨年晚会、春节以及明年台湾灯会在台北。春节期间包括治安、交通、垃圾清运等等，这些都攸关市民朋友日常生活的需求和节奏，我非常重视。所以接下来我会积极的跟市府团队来了解目前整个规划的状况，甚至要更加的精进周延，确保市民朋友在春节期间能够非常的安心，同时也做到便民。另外，跨年晚会、明年台湾灯会，我想这些都是大型的群众活动。当然，韩国梨泰院的事件因见不远，所以一定是要求安全至上。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市民朋友他们能够有一个舒适愉快的体验。所以，包括相关的人流管控、疏导，还有行进动线的导引、现场人员的配置，甚至包括大众运输的接驳等等，我们都很需要即刻的了解，做妥善的准备。将来柯市长也会是我市政上面的顾问，那也希望借由柯市长相关市政的经验能够多加的交流，当然也很希望柯市长能够与我在跨年晚会上与市民共同倒数，见证台北挺过疫情，还有迎接新的年度的时刻。那我想接下来我的团队和柯市府的交接小组，我们就要卷起袖子上工干活。我跟你讲哦，我每年跨年晚会不是在家里读书，就在家里睡觉，我要不是当市长根本就不会来。那只是我儿子才来参加的，我怎么会来参加那个？所以尽量不要找我。针对北市重大建设，柯文哲盘点有一些被中央卡住的，要想办法解决，包括台北大巨蛋、建国啤酒厂、社子岛开发、大湾北段及空总。他鼓励蒋万安，问题繁杂，只要想着留下什么给下一代，这样努力去做就可以了。那现在这个地方叫刘明船厅，那我们楼下还有一个吴三连厅。刘铭传是台北建成的开创者，那吴三连厅是吴三连是台北市民选市长的第一任，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种历史的沉船哦，当棒子交到手中就很认真的做，然后再把它交给下一棒。那么今天这个交接事宜哦，因为事前有些做过一些沟通嘛，原则上我们都是用PM 制度，因为在过去几年当中，在台北市的建立这种责任政治，就凡事都有负责人。那么今天这个交接哦，分两部分，一个是府级交接，一个是局对局的交接。那府级的话，我们这里有列了24个我们在府级哈、哦、长官直接列管的东西。那原则上就是这样，由要新团队哈、哦，就说如果你们只要指定说每一个议案的这个将来要交接的人，那我们就安排那个专案小组直接跟他报告，每一个专案一个报告。那我们这些专案哦，原则上我们都是有主计划跟子计划，比方说了哈、哦，东区门户计划，那我们定期会进来报告。那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专案都有内管，啊都有 PM 都有负责人，所以你们只要指定说将来谁要负责这个专案的人出来，我们就跟他交接。另外我们在局处齁，我们都有追踪管理系统，所以局对局的交接就是按照最重要的是目前还在进行的，还没有完成的，这个是交接项目，重点交接项目。那另外有一些被中央卡住的齁，就要想办法去解决了齁，大巨蛋、社子岛、大湾北段、空总、建国啤酒厂，就大概这五个目前还卡在中央齁，这个要去处理。那其他就鼓励我们的新市长，你知道哈，因为市政问题实在是很繁杂，所以只要想着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团给下一代，我上去努力去做就可以。常常会遇到很多市政的争议的，其实只要哈
我每次都问一句话，如果50年后回来看现在，你知道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决定？其实只要每次我讲这一句话，答案就很清楚了。所以只要能够想着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然后理性务实科学的去做，这样就大概就 OK 了。所以我会由林益华委员担任交接小组的召集人，好跟市府来对接。新团队对于市府各局处相关业务推行的进度，还有重大政策推行的状况，我们都希望能够有很清楚明确的掌握。同时我们也会就各局处相关政策业务的属性做一个通盘的检讨，然后就轻重缓急拟定妥适的对应。当然对于需要长远的相关重大政策的推动，我和市民朋友也都非常的关心，包括许多重大工程施工的延宕，还有包括招标不顺利的情形，我们希望能够了解都更所遇到的瓶颈，内湖交通需要解决改善的方案，以及包括现有公有市场改建的进度，还有士林北投科技园区相关招商的迹象，当然还有大巨蛋后续如何处置等等。我想这些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就西部的资料还有现在执行的状况能够有一些及早的了解，那也请市府团队能够准备完整资料让我们及早因应。那我想未来科市府相关好的政策我们一定都会延续。另外大家关注的蒋万安市政内阁人选，他则回应如同煮饭般别一直掀锅盖，但他强调柯文哲未来将会是他市政上的顾问。所以柯市长绝对是我在市政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顾问，他过去8年的经验绝对是对于未来我的团队我们在推动市政上面非常重要的助力，借由他过去的经验所提供的一些建议，还有他过去所面临到问题如何解决，我想这些都绝对非常值得我来参考。所以非常希望柯市长可以担任我市政上面永久的顾问。其实如果大家有煮饭的经验，这当中不能把锅盖一直掀开，一定是饭要煮好，甚至要等久一点再把锅盖掀开，饭才会香。北市府原则上有 PM 制度，建立责任制政治，并分为府级交接、局对局处交接两部分，协助新政府尽快接受。记者温俊台北报道。